欢迎来到今天的宜康省新州华教义演暨拉曼大学创校20周年纪念晚宴。我是今天的司仪许心宁，非常感谢大会给予我这个机会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活动。My name is Iswazi and I will be your MC for this evening.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EconSafe Sinchi Charity Night for Utah Hospital Fundraising come Utah 20th Anniversary Dinner.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拉曼大学校长拿督尤芳达教授致辞，有请拿督。Now we'll begin the ceremony with a speech by Utah President Professor Dr. Yu Hongtat. 拉曼大学医院是拉曼大学成长的一部分，也是回馈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是一所非盈利的医院，除了培养高素质的医学生，提升医学和临床研究，同时也为人民提供可负担且优质的医疗服务，在医疗层面上回馈社会。通过这次义演活动及创校纪念晚宴活动，我相信能够让更多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士见证本校的发展，也感谢各位今晚与我们同聚在一起，共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The combined efforts of everyone fulfilling the same goals and the dedication to work until success is attained. These are the seeds that led to the expedient and successful blooming of Utah and the recognition of its achievements by the various ranking authorities. Therefore,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the Utah Education Foundation Board, thank all of you for believing in Uta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tah Hospital and for your support of sharing and caring and for your generosity into donating to the hospital. 各位，当 Utah 宣布一位医院筹募建设基金后，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社团组织、商家、个人踊跃响应，对 Utah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反映了社会，特别是华社对 Utah 的认同。不过，这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有认同就会有期待，期待就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更是一种鞭策。鞭策 Utah 别忘初心，必须以民为本，为社群提供优质的服务，也别让普罗大众失望。这些年来，我们接到许多华校提出申请，今晚这场EconSafe新州华教义演是目前唯一写下了第一间、第二度举办EconSafe新州华教义演的记录。拉曼大学在金宝校区建设拉曼大学医院，并且自我定位为非盈利，为社区大众提供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和自给自足的大学医院，是一项尽服社群、演惠国民的庞大计划。20年来，拉曼大学作为一所非盈利的教育机构，致力于为我国莘莘学子提供可负担的高素质高等教育，为各领域栽培了无数的专业人才。20年后，拉曼大学医学院大楼在2022年启开了另外一个步伐，提升了大学的格局，一步步地完成大学的使命。拉曼大学医学院，它不是一所普通的医学院，而是一所非盈利的医院，致力于为国家栽培更多优秀的医学和健康科学的人才，提升医学和临床研究之余，也能为在地的以及在霹雳州乃至全国的人民提供可负担且优质的中西医疗服务。敬爱的嘉宾们，首先我们会进行亮灯仪式，我们会以英语倒数三声，当我们数到一时，请各位一同点亮手中的灯。 Dear guests, with a candle in hand, let us light up the future of Utah Hospital. On the count of three, two,
On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begin the drum ceremony. Kindly follow the cues for the three hits. 第一响，第二响，第三响。谢谢嘉宾们。接下来，让我们恭请鸣锣嘉宾们为我们进行鸣锣仪式。同样的，我们也会给嘉宾们提示。当我们说第一响时，请嘉宾们鸣锣一次，以此类推。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we now invite the donors to strike the gong to mark the opening of EconSafe Hsinchu Charity Show for Utah Hospital. Also, you may follow the cues for the three strikes. 第一响，第二响，第三响。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一次义演的筹募的鼎力支持。在这里向大家汇报，这一次所筹得的款项一共是4,309,380令吉，实在是非常感谢各位善心人士的捐助。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s of today, we have received a donation of 4,309,380 ringgit.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all donors. Bye.
Hello， 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自我介绍，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IFM 的主播 DJ， 我叫做靖荣。那今天晚上很高兴主持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有的是由 eConcept 和新州日报联办 eConcept 新州华教义演。那这一次呢，我们所有义演的经费来由我们的赞助商配合单位，有的是我们的 eConcept 宜康省全力支持，来掌声一下。谢谢 eConcept 这几年鼎力的支持，办了一场又一场为华教筹款的活动，也履行了他们的企业社会的责任哦，真的是为华教呢不遗余力的大大力的支持。那今晚上呢，我们就为这个 UDA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医院建设基金以及创校二十周年晚宴呢进行这个筹募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所有在座的每一位的善长人翁，因为今天我们筹获了400多万令吉给我们的 UDA 的医院的建设基金哦，所以呢也希望到时候这个医院的大厦呢就是成立之后可以造福更多的社会朋友。那当然今天晚上的话呢是由槟城光明日报协办以及策划节目的，那我们的义演的歌手阵容，歌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有的是 Dado 江梦蕾，包括我自己本身，我们都是来自北马，甚至大部分的歌手呢都是来自槟城哦。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让北马的歌手带来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怀旧歌曲。那今晚上我们特别安排了多首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典好歌，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的朋友们。那当然今晚上的话呢，我们的幕后团队歌手台前幕后都希望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那今晚上这场义演的话呢，我们真的是除了有歌手啊还有这些表演者之外呢，当然有的就是我们的魅力舞蹈团的这些团员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伴舞的部分哦。那今天晚上为我们打头阵的这位嘉宾他是谁呢？告诉大家，他是来自北马华人演艺人工会的会长，叫做 Dado 彭永天。他是一位槟城成功的商人，他本身事业有成，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喜欢音乐的 Dado。 那他自己本身的话呢也是业余的这些表演者哦，这个艺人。那以他为首的家庭乐队2016年也获得了颁发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慈善家庭乐队。这时候现场的贵宾朋友们，想起你们全场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Dado 彭永天，以少见的电子盛世风吹奏流水年华，同时以我们的舞蹈团魅力舞蹈团的伴舞，来我们掌声欢迎 Dado 流水年华。
哇哦，你看，非常感谢我们的南投彭永天带来这么精彩的盛世风的表演。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今天晚上我们的演出很精彩，除了有我们的南投的盛世风之外，那今晚上我们的歌手阵容包括有十大歌星乔华，还有我们所熟悉的谢国文，还有郑宗宪。女歌手方面呢，我们还有的就是林碧珍、微微，以及我们这一位曾爱嘉。这六位歌手他们将以接力唱的方式带来首首动听的怀旧歌曲。那当然今晚上我们还有特别嘉宾，有的是我们的乐坛天后大豆江梦蕾，今晚上也会隆重登场。那这时候今晚上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演出的其中六位歌手带来首首动听的怀旧歌曲。第一首歌曲带来这一首温情满人间，掌声欢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Hello。我轻轻地敲你心门，问这感情是真是假，不管多少甜言蜜语，不如一丝真情真意。我祈祷人间有温馨，人间温情多么伟大，它是那古书发了芽，冰霜也会被它融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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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温情多伟大。嘿，让我轻轻地贴你心房，弹出你的回答，不要停呀，话讲快点，只想知道温情多少。我祈祷人间有温情，人间温情多么伟大，它是那古树发了芽，冰霜也会被它融化。啦啦是真是假，不管多少甜言蜜语，不如一丝真情真意。我祈祷人间有温情，人间温情多么伟大，那是那古树发了芽，冰霜也会被它融化。啦啦温情多伟大，温情多伟大。谢谢，谢谢。首先登场的就是微微，带着一首小微。小女孩，她的名字
小薇送给大家，那大家晚上好，我也是叫薇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一首满满祝福的歌，《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你和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界万千的变化，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去
幸福洒满整个夜光，谢谢。下来我想同样的再次邀请我们在场的每位朋友，您热烈掌声欢迎我的另外一位拍档曾宗宪。哎，微微你好，在场的朋友大家好，为大家呈现这一首分享，是好的事情我们都要一起分享。时间已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能一点交流，因为我们曾有过理想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绝非三言两语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担心会犯错，难免会受挫，难免会受挫，幸好一路上有你陪。郑宗宪，谢谢微微，谢谢。哇，我就觉得说今天非常难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对，而且我们几乎所有的歌手班底都是来自北马，是，对，哦、两位都是槟城的。对，所以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哎，安卓阿鲁跟吉侯，安卓阿杰吉江后啊，吉江后，突然间就弹起了用福建话，用北马的福建话，非常的亲切。是，那当然呢，微微的话，我们从小看到你一起长大，从以前小小的小微微，到现在变大微微，老微微啦，不要这样子讲老啦，就微微好了啦，还是微微比较好，对不对？这样大家会比较有记忆，印象深刻嘛。是是是，嗯、那当然，宗宪的话呢，就是新鲜出炉，去年的这个经典歌曲歌唱大赛的冠军。对，是，谢谢大家。没有，我在想说，以前我开始的时候我是比新秀嘛，所以到了目前呢，我应该是生秀了。啊，生锈、啊，那你还可以，我是还要新鲜出炉、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今天台下有很多的贵宾，我跟你说，他们全部都是宝刀未老，真的。有听过一句话吗？姜还是老的辣，哎、啊，是越来越辣了。是是是 ，Hot and spicy。你看，像今天我们所有演出的歌手，你看，包括我们的特别嘉宾，大家都有姜梦蕾，他依然是在歌坛屹立不倒，足以证明呢，你看。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真的，真的，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哈、嗯。那当然，今天的话呢，我就觉得说非常难得，因为有微微还有宗宪。那等一下呢，还有更多的歌手带来精彩的演出。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把舞台交给宗宪，好不好？好的，那我叫做宗宪，你本身是
不会看中文字，对不对？我不会看中文，但是我会讲华语。啊、会讲华语。对对对。所以我会华语，我不会华文。是不会华文。对对对。那你不要拿手是英语。所以等一下会唱英语歌。我特别喜欢唱中文歌，其实。哦。对对，因为我还是华人。还是华人。对对对。那西洋歌曲呢？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只要大家喜欢听的话，我还是可以唱的。是，所以开心就好嘛。只要唱英语歌，唱西洋歌曲。今天有安排到这首歌，安排到。所以现在第一首是什么歌？第一首歌呢是充满了阳光，就是明天会更好的一首歌，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希望大家的未来也不是梦，包括我们的 U 大未来绝对不会是梦，因为台下有这么多的善展人翁，我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大厦呢，很快就会成立了。真的，对对，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的未来不是梦，再次欢迎郑宗宪。谢谢这首，谢谢大家，非常有意义的这首歌，会唱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个大合唱哦，或者来哼一下。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曾经忘在追求，追求一种
Thank you， 谢谢 Dancers。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英文歌嘛，所以接下来为您带来这一首经典的英文歌 Right Here Waiting。 同样的，会场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大合唱。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heaven, how can we say forever?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Ooh, yeah. I took for granted all the time that I thought would.The tears, but I can't get near you now. Oh, can't you see, baby? You've got me going craz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on't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谢谢，好，非常感谢郑宗宪这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西洋歌曲。那紧接着，我们掌声欢迎大马邓丽君、曾爱嘉。大家好。如果没有遇见你，我总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这样想？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心
掌声，谢谢为大家送上这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夜来香。暖暖风吹来清凉，暖夜听声轻唱，夏天花不忙，只要那夜来香突然绽放。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你歌唱，暖暖花香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大家会唱吗？梦里牵挂你，甜言蜜语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牵挂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来，你们唱大声一点。感谢一连串的组曲送给大家，谢谢。接着让我们掌声欢迎谢国文，国文大哥。我们将为大家呈现这一首《月亮代表》。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爱你有几分？
位歌手，一位是有大马邓丽君之称，另外一位呢就是有大马费玉清之称。而且我觉得说你们两位其实跟我们的 U 大马来西亚的拉曼大学有很深的缘分。对，真的。因为之前的话呢也到了金宝为他们进行这个筹款的部分，对对对。那这一次的话呢再次的站上这个舞台，用歌声来回馈所有的善长人翁的大力支持。真的我觉得说我们华人有一句话怎么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华人真的很重视我们教育的部分。真的是、啊、那今天晚上的话呢，那当然爱家的话呢演唱了多首好听的邓丽君的歌。那其实大家都好奇耶、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到自己的神韵啦、或歌声有点像邓丽君呢？我是因为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是专门去学唱她的歌、到后来慢慢就是自己在揣摩，是，然后才到今天。到今天，那当然，唱邓丽君的歌有什么难度吗？首先就是中气要足嘛，对吗？就是她有很多内力的东西。对。对，然后就是轻轻柔柔。轻轻柔柔。他不像唱歌，他像在你耳边说故事一样，小城故事特别多，看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因为模仿这么容易吗？不简单哦。那当然，谢国文的话呢，对于这个费玉清的模仿的部分，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或者谁告诉你你的声音像费玉清呢？我那个时候是迎合歌唱比赛评审的这个口味哦。早在二三十年前，我们歌唱比赛。那时候年轻嘛，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爱唱一些流行歌曲，结果呢有好些评审是不听流行歌曲的哦，他们是专听费玉清的歌、后来我在想啊，有哪个歌手是比较有实力，我学起来比较有机会拿奖哦，后来我就挑了费玉清了去。所以每一次唱费玉清的歌都得奖？都还好还好、比流行歌曲的成绩好。是，但是我相信现场的在座每位朋友有谁喜欢听经典歌曲的，掌声表示一下好不好？哇，你看啊，好多。所以哦，我走的市场是对的。对，我在电台常播的都是经典歌，因为我知道说大家都很喜欢听经典歌曲。像今天晚上呢，我们准备了很多七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歌曲。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舞台交给谢国文了。好的，好的。带来什么歌呢？两首都是开心的歌，大家很熟悉的歌。先来这首很开心的。天上人间，希望能够伴大家过一个最开心的晚上。来，掌声欢迎谢国文，天上人间。
逍遥地，江畔看影翼，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阵阵群芳轻轻吹过，这里是天上人间。青蛙鸣草地，溪水清涧底，双双蝴蝶飞舞在花丛里，处处花开，朵朵花香，难如白雪到是天上人间。觉得这个是一个福气，让我有这个福气呢，为佑大呢出一份力哈，感恩大家给我的这个机会，谢谢。下来是国文拿过最多冠军的一首费玉清的歌，冠军歌曲，来个冠军的掌声好不好？谢谢。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纵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隐，
前来的贵宾朋友，今天呢都是给予我们佑大呢最大的支持的，我们啊最敬爱的每一位贵宾，好，谢谢你们。感谢谢国文带这一首《一剪梅》，紧接着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冠军歌后林碧珍带来这一首《人生如梦》。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如梦？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
深渊深入梦，走过了悲欢，绝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Thank you， 谢谢。继续为您带来这首歌曲，掌声响起，送给你。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家庭朋友，你们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好，那么如果你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我的眼泪忍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想起来，我心甘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我心甘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是时候应该掌声响起了吧？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舞团，谢谢。继续为您安排这首合唱的曲子，掌声欢迎我们的乔华大哥，送给大家这首《大海》。
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我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突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突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全部掌声，林碧珍、乔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场朋友都很热情，尤其是一首又一首经典好歌，对对对，真的。那我想两位都是北马人，嗯，对不对？槟城的，对，然后吉打的，对。然后大家都是北马人，对对对，两隔壁而已了啊，都是隔壁啦，都是一家人。对对对，不管你是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对不对？来掌声一下，不管你是北部、南部、中部。东马只要是大家一起都是一家人，对，真的不分彼此，不分你我。那像碧珍的话呢，从小开始比赛唱歌，是，然后到现在的话呢，也拿了很多很多的
的奖项啦，然后呢也出了好多张专辑、嗯、而且我知道说最近呢都在网络上唱歌，对对对 对, 对, 对，但觉得网络上唱歌跟舞台唱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网络就感觉好像对空气唱歌吧，哦，对着手机唱歌、就是、对着手机唱，那么现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场有掌声，对吗？对，掌声在哪里？掌声在哪里啊，你看大家都很醒目的，对不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说歌手其实在舞台上唱歌可以感受那种氛围，是啊。那乔华大哥呢，你好像很少在网络唱歌、欸、对对，我不敢在网络唱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讲话。你不会讲话、啊、对对对，因为讲话、啊、是一个学问啊，学要讲话要跟你学啊。哦，这样子啊。刚才在后台的时候你讲，哎，其实做诗也要经过一些训练，或头脑要转得快啊、哦、我对对对对，不然想到了，因为呢我不太会唱歌，这样子我们一起开播、你唱我讲话咯。啊，也行啊、哦、也行吗？行啊、哦、你们唱歌我讲话就好了，对对对，大家一起把热闹的气氛带给大家。对对对，就像今天在座每一位呢其实都是满满的爱心跟正能量的、嗯、就是有大家的大力支持才可以让我们的拉曼，你看二十年哦，创校二十周年，而且呢也看到很多很多莘莘学子的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培育出很多的社会栋梁。没错，对对对，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听乔华大哥唱歌好吗？好的，谢谢啊。这首呢再把舞台交给乔华。谢谢。那刚刚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合唱歌曲哦，那接下来给您带来这首歌曲浪迹天涯。好的江海在呼唤，呼唤迷失的水，高高的山林在等待，等待飘零的雪，悠悠的流水走千里，也有它的归处，轻轻的雪花随风飘，总有它的家乡。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水儿轻轻唱呀唱不休，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南的秋。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如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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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家掌声，谢谢，感谢感谢。接下来给你带首广东歌好吗？这首广东歌曲好像每位朋友都会唱，给你带来这首朋友，是不是朋友啊？是朋友，掌声鼓励。Thank you。繁星闹动我的喉咙，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泪人。人生如梦，朋友如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一齐唱，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半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不得，总不分我。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谢谢我们后面的朋友，谢谢你的小星星。如果现场每位朋友能够举起你的小星星呢，我相信呢，整个场面会更好看。谢谢。多谢朋友，不够多，不够短，再来一点可以吗？右手边的朋友来，谢谢。旁边朋友，多谢你 ，I love you。繁星闹动我的喉咙。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泪人。多谢。人生如梦，朋友如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一齐唱好吗？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半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不得，总不分我。问你，你为了我。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不得，总不分我。问你，你为了我，我为了。Thank you， 谢谢。现在来到下半场的时间了，那下半场做什么呢？各位朋友们，不要坐静静在那边，等下开始要动动你的手，动动你的脚，动动你的臀部，
医生说会促进血液循环啊，可能早上没有做运动不用紧。这个时候呢，我们六位歌手将会轮流的接力的方式演唱首首动听的怀旧歌曲，而且都是经典舞曲。再次把舞台交给六位歌手，带来动感舞曲，掌声欢迎。相思好比小蚂蚁，在我心底，我心底，尤其在那清静的寂寞夜里，它就在我心游弋，叫我好想你。越想越相思，说是痛苦也甜蜜，让那寂寞在我心田夸大了面积，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生命穿着爱意趴在我心里，傻子好比小蚂蚁，小蚂蚁爬呀爬在我心里，尤其在那清静的寂寞夜里，它就在我心游弋，叫我好想你。那想呀相思，说是痛苦也甜蜜，让那寂寞在我心田夸大了面积，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眼神里穿着爱意趴在我心底，啊，想呀相思，说是痛苦也甜蜜，让那寂寞在我心田夸大了面积，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所以我好愿意让那小蚂蚁变成了串串爱意趴在我心底。谢谢。Yo, hello, Mr. DJ. 大眼睛 Mambo、yeah. 大眼睛请吧。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子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是你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困惑，我愿意为你祝福，愿你宽阔。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送走，送到小巷口，让微风吹散胸中的烦忧，粉白墙里花开后，早如阴几如秀，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小河流，让流水冲去多年的离愁，有情人来到桥头，流水轻于双游，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我在你左右，我在你左右。
离别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笑到热底点够晒，恨个鬼，确系认真杀仔。肥大波子肉阿啲发威，边个鸡一味喺树系唔系乱嚟挥，挨亲家身快面拉起恶批，留下底你就认真开胃。半斤八两做到直直饮嘅嘢，半斤八两十岁跑。一首又一首节奏很轻快的歌曲，半斤八两。现场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好歌呢？又是只有五个人来而已啊，其他人吃饱了没有力气了，想要睡觉了。掌声在哪里啊？各位朋友们，来到了这个非常的时刻了。我想很多朋友等这一刻等了很久，对吗？看背景的所有的表演者几乎都出来了，还有一位是还没有登场的，他是谁？江梦蕾，就我们大家都有江梦蕾。那我想呢，他在歌坛40多年了，40多年到今天屹立不倒，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魅力跟他的这个方式。那说到大豆的话呢，他本身入行40多年，而且他也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再去做不同的尝试，带给歌迷朋友不一样的体验跟不一样的听觉和视觉享受。那今天晚上 Dado 江梦蕾将会隆重的登场，同时今天晚上他不只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演出还搭配了我们的北马华人演艺人工会的会长，我们的 Dado一起来为这一个演出揭开序幕。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们掌声欢呼声和尖叫声了吗？这时候在我们的 Dado 江梦蕾登场之前，我们来听听 Dado 彭永天的盛世风的吹奏，再搭配上 Dado 江梦蕾的演出，
这个演出叫做双搭斗演出，掌声欢迎。大家好，谢谢。来看看一下我的妆可以吗？行吗？有没有很漂亮？还是非常的美啊、哦、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有朵波。你好你好啊，可以。我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唱一首，因为今天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大家很热情，来，让我听听您的掌声。嘿，谢谢，不错不错不错。我们要看后面的朋友，您的掌声来。俺属狼，买属地呐，头前要大声报本啊。OK， 一、二。Woo, yes, you ready? Okay, let's go. Yeah.
怎会能够忘记的午夜醉人的香味，多少年未花死，多少风未花生，我却为了爱情忍恨，心里也可以牺牲。您只是拿一个麦克风出来，那我们要喝的茶啊、水啊没啊？啊，你要喝水是不是？啊，是，还有 cake 啊，什么这样？没有，等一下，燕窝啊，什么这样？啊，等一下，有很多很多，有啊，不担心，来，各位朋友们，来，我们给大豆江梦蕾跟大豆彭永天一个掌声好吗？谢谢。哇，今天晚上真的，我觉得说有两位。为我们助阵的话呢，真的是让我们的今天的演唱，我们的这个华侨艺人呢，声色不少哦。那我知道说，大豆彭永天，你本身是北马的华人演艺人工会的会长嘛，那本身是一个商人，然后呢，又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全家呢都很爱音乐哦，也得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为什么这么热爱音乐呢？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就是。家里非常的穷啦，吉他80块也买不起啦，所以没有学到音乐啦。不过我很高兴啊，5年前我们的天后啊到槟城去做慈善演出啊，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同台演出啊，所以非常高兴。5年前就结缘，到今天5年后的今天。再度同台呀、yeah, 谢谢，真的。而且呢，我们要想说刚才演唱这两首歌意义非常的深远，因为呢比如说刚才南海姑娘以及午夜香吻这两首歌都是马来西亚的创作，而且槟城的创作，来掌声一下好吗？所以呢这两首歌鼓励一下，南海姑娘跟午夜香吻都是在槟城写的。是的啊，你没拿出来帮忙。OK， 好，没问题，可以，没问题。那这3首歌曲呢？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上海登台的时候，那我有献唱这两首歌。那么我告诉上海的朋友，
那么这两首歌曲我说是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就是也是来自槟城啊，我也是槟城的人啊，他们说哦原来这两首歌是马来西亚之歌，马来西亚之光，非常好，来是掌声。我跟你说，不只是之前、哦、谢谢我们的，对，不只是国外的朋友，甚至在现场的一些朋友，马来西亚人都说，哦，今天才知道说这两首歌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对对，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多很好的歌，那就可能是没有刚刚好那个 timing 还是那个时间是不是那么的恰当，跟他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那你们回去如果说有上 YouTube 的、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嗯、你们要记得看看是不是马来西亚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哦，对对对，对不对，来我们马来西亚鼓励的掌声，是马来西亚 Boleh Yeah Yeah。 但大豆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忙在家休息了，在家休息，真的，对，因为疫情关系嘛、其实很多演出都没办法演出了，而且现在健康还是最重要的。是，那么我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完完全全已经康复好了。我其实大概四个星期前我是确诊了。哦，四个星期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豆焦梦蕾呢是抱病上阵，来掌声一下好吗？而且真的我觉得说真的为了这场演出的话呢，这一段时间都好好的在家休息了，对对对，当然因为呢疫情关系也让很多人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社会，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知道说健康的重要了。是是，当然在每一个时候呢都我们都是要保持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的路，是肯定。好，那当然的话呢，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有一些惊喜，要送上哦。哦，什么惊喜呢？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啊、哦，来，谢谢，这是我们的主办单位，谢谢，我们的 U 大特别送上一朵花给我们的大豆伊琳，太客气了，对，拿带给我们，OK， 谢谢，好，来，谢谢啊，好，谢谢，你看。好，谢谢啊，每一位都有花。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生日蛋糕哦，蛋糕，你看想吃蛋糕嘛，对不对，所以都特别带蛋糕上来、哦、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大豆江梦蕾的生日。哇哇 OK， 我不会告诉你的，有这样的 surprise、啊、对对对，而且我不会告诉大家多少岁，但是呢在我心目中年年十八岁，所以明天也是庆祝十八岁的生日。这个呢就不说了，年纪不是一个问题啊。啊，最重要就是心态跟健康最重要。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头发有一点呢，就是有一点白白这样子，哎，现在很简单，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对呀、啊，白发变黑发。啊，那当然啊，所以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是的。OK， 是的，来，这时候呢，来我们这样子。这样 啊真的啊，哎，各位朋友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本万利耶、yeah！ 来我们一起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感恩感恩大家，谢谢、yeah， 感恩，谢谢 OK， 好，这个工作人员这个等一下请你吃啊， okay， 谢谢谢谢，真的这是小小惊喜啦， OK， 小惊喜给我们的大豆江梦蕾哦，因为明天是他的生日。那当然今天这一场演出他不只是演绎这两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更有意义。当年大豆江梦蕾也是一个其中一位的参与者，那当然在演唱之前的话呢，我们的华人演艺人工会总会都有惊喜要送给我们的大豆。哇，这么多惊喜、啊、来这时候呢我们有请我们的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代表来，哇，每个人都有花，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哎呀，好朋友好朋友，来，哎呀，哎，谢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是They true you， 该拍谁啊，老公？哎呀，谢谢，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是很多很多老朋友，真的非常谢谢，真的工会都全力的支持，大豆，谢谢。真的，我真的是，
Thank you. OK， 好，谢谢，好，谢谢。那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聚一聚，好好的聊，好不好？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华人音乐工会的总会，谢谢。好，我们的打斗南红呢，也今天特地的到来支持哦，非常谢谢很多。闹姐，嗨，青姐，很多。魏汉文 ，Hello， 谢谢谢谢，真的是很开心。真是老实说，我是，哎，哦，我们打斗呢？哦。哦，大豆，大豆，去吃 cake 了啊，去吃 cake 了哈 ，OK， 不用紧，大豆 ，OK， 谢谢，来，我们掌声给我们大豆，彭永天，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谢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今天有很多老朋友在现场，哪是老朋友呢？是新朋友。哦，没有，我们是年轻的朋友。哦，年轻的朋友，是，一般年轻的朋友，对，在现场，对，那心态很重要。那当然，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呢，配合八月份，我们的国庆月。是这首歌，我相信一想起全场朋友一定会唱，而且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一首歌。当年很多歌手一起大合唱，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江梦蕾。这首歌，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也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个机缘跟这个机会来，就是为我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的女儿，当然我有这样的机会来。现唱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是这一首爱国歌曲，大家都会唱。希望现场朋友们，等一下，如果能的话呢，挥一挥你们的这个手机，打开手机的灯，我们让全场的灯照亮我们所有马来西亚的子民，也祝愿马来西亚国泰民安。这首歌歌名叫做《Sejahtera Malaysia》。Terima kasih。Puji dan syukur pada Ilahi, anugerahnya tiada terhingga, kedamaian, kemakmuran, Malaysia ku bahagia.Raya Dibarkan Pan Di kebesarannya Kami Jujur Cinta-cinta Luhur Perpaduan Seluruh Negeri Seia Sekata Sehati Sejiwa
Sejak from Malaysia， 谢谢我们的 Dato 江梦磊，谢谢。祝愿马来西亚生日快乐，国泰民安，人民一切都健健康康。这时候全场朋友们再响起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六位歌手带来接下来的大合唱歌曲。首先有沙拉拉，摇动你双手，truly loving, and I'm singing a song, hoping he will be where he is. Are you ready? 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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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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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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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sunshine.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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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evening.You feel like crying. Sing along, maybe once, maybe twice. Let's try it together. Some today, no one knows your return, and you'll be happy. Shout and sing in a song. Listen to your heart and sing. Come on, one more time. My heart goes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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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ha la la in the morning.走
以吗？都跟我们都可以起来，要。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叫。你给什么？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大豆彭永天，欢迎大豆。那大家好，大家好。真的，今天晚上我们的 Econcept 新州华侨艺人呢，也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啊、哦。那在还没有演唱这一首歌曲之前，那我们今天的恭维们有花束要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表演者，来，我们欢迎。谢谢，谢谢我们的恭维们，大会辛苦了啊、哦。在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这一次呢也非常感谢所有出席的每一位的朋友，善长人翁还有所有贵宾，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感谢。哎，好，有吗？谢谢啊、哦，每一位都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那当然今天晚上也要非常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借用这一首歌曲来感谢大家，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贵宾们一起上台做这个谢幕的部分，演绎这一首《今宵多珍重》，好不好？来，我们请所有的贵宾，谢谢你们，来一起上台，好不好？我们一起同欢共乐，也非常感谢今天每一位对于我们的优大，也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大力支持。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筹募拉曼大学医院的建设基金暨创校20周年的纪念，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好，谢谢大家。好，来，我们请大家到台上来，我们一起演绎这一首《今宵多珍重》。好，谢谢 YB， 谢谢你，谢谢，非常感恩今天出席的每一位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力，好，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谢谢。来，我们一起加油，希望呢明天会更好。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来，我们一起演绎这一首歌曲《今宵多珍重》。一起来啊！一起来，一起来。好的，我们的舞蹈团，有的是魅力舞蹈团。恋情情，让我来花香浓。南风吻恋情情，心里喜悦你梦。我们几分情情，说不完情意浓。我们几分情情，句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把今宵多珍重，我们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们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真情相送。梦中，我们临别依依，愿下次